来看到这美国国务院取消这美国台湾到澳门限制，澳门这美国伫联合国的大使特别访问台湾。来看到全球新冠肺炎的较紧病例，第一礼拜已经超过9000万例。 欢迎收听台后，欢迎收看公司中午新闻。我是空阿文。先开始来看的，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今年开始，这猪肉仪表板的网站会当让民众查公进口的猪肉数量，甲来这查验的结果。想要讲有民众不讲伫这顶管遐，啊，啥也是这美国猪肉进口量是零，啊，不过是有数的边境查验的资料来滴。所以我批，少数第一台都已经开记者会，不会表示讲即马所有进口猪肉拢无来。 阿边无奈协调，讲其他部分做伙来更新改变，较袂做成误解。交易部的网站拍开，查台湾猪肉甲进口猪肉的统计，也就是进前讲的猪肉仪表板，今年到一月初七为止，进口猪肉总共有70.5%，进口国家的名单无美国，当然嘛无来滴进口。啊，毋过民众发现讲，第一是有数，边境查检自动化管理系统，一月初七，第一间有五批美国猪肉进口的资料，总量超过180公倍吨，啊，毋过煞无显示伫咧猪肉仪表板，那像有来滴偷渡进口。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那我并没有接到它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资讯。针对这个代志，是由数出面八回，目前进口的猪肉拢是无莱克多巴胺的，包括美国猪肉嘛是同款。因为边境查检自动化系统的数据，是都是由数的查检结案统计来的。啊，那是猪肉仪表板，是根据关务署海关放行结案的统计，所以两个才会出现时间差。那我们现在在积极在更改这些程式跟系统，那要配合仪表板的资料。 每天在11点，公开这些资讯，那我们会尽速，赶快把资讯做的同步。消息强调讲，为着避免民众误解，会拍片来协调，甲两边的资讯系统一体化。那是边境查检有手机，猪肉仪表板都还对的有，啊，不过也是需要苹果系统作业的证书，时间是还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到天气，因为这寒流烧煞来，啊，加上这水气有够，啊，南投合欢山的地景的环境又搁开始落雪，到这透早已经有5-6公分的雪量。虽然算出今仔日是这拜一爱上班，啊，不过有缘有袂少民众上山去看雪。啊，不过公路总共有那提醒讲，为了同啊需要这啊车还有这雪链才会当来通行，提醒民众爱注意。 好，我算母娘先到白石世界，像我甲涂骹全部拢是高高白石，民众算势是算甲真欢喜，伫讲上山就有价值嘞。我早暝就起来啊，我看见阿个落雪。安尼好，你为倒来呢？高雄。很开心，很开心。我们要不要堆雪人？看雪，民众将小雪母娘停车场有这个满满，气温创下新低。 民众抢紧袂记得挂雪链，困伫街边的路啊，无法度叮当。有雪量吗？没有哎，这只有冰雹。黄土沟桥梁困伫淡时的路面，公路总共今日出动铲雪车来较补行车安全，寒流连续暴多，只不过有冲着水汽，合欢山顶前雨林层就开始落雪，一直到早起买间超过5公分，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上雪楼，嘛比白雪空起来。离真济路段管制通行，比雪加挂雪链再使上山。大概5公分左右了，刚刚看那个合欢山的雪后时有没有？有5公分了。那么多？对。啊，你看今天来这边等雪的多不多？今天不多，今天上半天。 虽然台十架线，昨下时时也敢咧已经封片，礼拜一阁是上班日，也是吸引袂少民众上山的看雪。公路总局表示，包括着台北线、台五岭、到慈恩的路段，以及台十架线远峰到台五岭，因为路面结冰，必须要加挂雪链才会使通行。警方表示，目前看天后会状况，来调整管制路段，请上山民众爱多多注意。记者南投采访报道。 即阵嘛，即寒流雪出来啊，气象局有报，即届寒流相关时间是明仔日下暗到后日透早啊，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伫即西半部、东北部上个温是6度到9度啊，较快所在温度会更加低。另外，伫即高山落雪即部分，因为水汽大大减少啊，亲像即中部的雨量也够落雪机会。
宜兰太平山翠红湖是可比亚龙河蛇砍掉的，看起来那像国外同款，吸引真侪弱势民众来吃。不过太平山官方网站公告，因为考虑到低温的关系，可能降到零度以下，且有结冰积雪状况。十一、十二中昼十二点了后，已经成为关节游客入园。气象局预测，这波寒流低温的状况都在暗时开始，气温上高会伫十二暗时到十三透早上明显。路预计在周二到周三清晨是最为明显的，再加上辐射冷却的加成作用之下，预计在西半部以及东北部的低温还会进一步下探到六到九度左右。气象局预测，这波寒流甲顶一波寒流比起来，水气较少，前期较湿，后期转作大冷，所以关山落雪机会较低，海拔2500公尺到3000公尺的关山较有落雪。预估可能下雪的地方可能是在这个中部五岭合欢山海拔大概比较高一点的地方才有机会降雪啊。气象局预测拜三日时就会回温，台湾各地都会看到日头，拜四拜五气温可能有20度，南部地区会有25度。另外一波冷空气入南，预计拜六报道，应该会在礼拜到拜一来影响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是老板的大型会问，今仔有员工去因的某公司来订情，啊，指控公司真正会关，啊，因的本身只有3000里，啊，其他拢爱靠这出勤。另外有家属也阁出现18点钟超时工作，检举的人也阁有人记过。啊，不过因的某公司家里大型是来回应讲，互人记过是因为拍假的卡度，啊，强调讲因的家属工时拢符合劳基法，提出行车记录卡。大英会运的员工控诉讲，有司机竟然一工做工课18点钟，严重超时。工会指出，大英会运10年来拢无调过薪水，司机的本俸敢若有3000二，是业界上较低。虽然加上会时的津贴，还佫有全勤的奖金等等各种的奖金，月计嘛敢若有4万到5万。加班费计算是以本俸为基准。工会过去11届佮公司协商，要求爱调高本俸，不过拢无得到正面的回应。我们的工资工时。不断的被压榨，找得出记录的这一个18小时，可能还不是最长的。一个开着车的人开了18小时，你要他会不睡觉不睡着吗？在路上用路人的安全怎么办？物办公司无回应，物流的司机做回去总公司家里代用物流，话讲要冲起嚟交订正书。经过协商，总公司派代表接受订正书。不过针对工会的指控，有员工做夜扛者，检举工时超时，煞去用记过。家里代用回应讲，去用记过的员工是因为登卡做假，才去用处分。会被记大过，是因为违反了工作规则代打卡，跟这件事情是没有相关的。不是所谓公司在什么打压吹哨者，跟薪资有关的，我会把它带回去给各总经理们去讨论。针对员工的陈情，嘉里大营强调讲，这诉求因会登去个公司做检讨。不过工会表示，物流薪水低是常态，会向劳动部提出检举，要求劳动部对全台湾物流业的工时展开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台中的圣同中医甲高虎中医诊所，进前违法开有 NS 会药材组成这啊一挂患者因中毒的事件，起码这检方已经甲因起诉，啊，小机会有那替30位受害者以团体诉讼的方式提出12亿7000多万的赔偿。消基会律师站出来，这次因为台中市圣同中医诊所、高虎中医诊所自费药签中毒的受害者进行团体诉讼，而且依照消保法提出总额来到12亿7400多万的损害赔偿。酒服部分是6亿9000多万，那我们的盛唐被告部分呢，他要求偿，我们要求偿的是5亿7000万。消费团体诉讼，我们只要依照消保法规定。只要缴6600块的诉讼，假执行、假扣押他们的财产，使得我们的诉讼将来比较有求偿的实意。目前委托消基会进行诉讼的受害者有30位，透过团体诉讼，应减轻被害人的负担。诉讼案负责的律师指出，两位中医师卢世民、洪江宏以及中药材商敖国良，明明知影自杀的承担，被用作为中药口服药剂，依然是违法来掺入去。受害者签中毒，半生拢爱面临到身心的折磨，违法的事情明确，有信心为受害者来争取权益。损害赔偿额的计算，那么包含医疗费用、工作损失，还有精神上慰抚金，5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前台中市国民党主委陈明静的太太，也是受害者之一。伊表示，消基会团体诉讼启动较早，
刑事的团体诉讼，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提告伤害大概有二十几位了，本来只有八位，因为我们都对法律没有常识，不晓得说伤害就告诉乃论，就我就告你伤害嘛，那就看一切就是让走法律程序来走。十一号上午，消基会律师也向台中地法院地总提出了团体诉讼，这也是消基会第一件针对中医诊所中药损害赔偿的事件来进行团体诉讼。消基会坦白讲有一定的难度，其他的受害者那是有具体的事情，案件进行当中拢还可以加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讲，为今来开始，即小琉球朋友甲兰叔姐离岛，啊，实施即啊登岛身份查验，民众爱伫登船口爱来摕身份证件来查验，讲看敢是即居家检疫人，啊，毋过有喏民众来即期讲查验是毋是会当有统一的窗口，安尼有淡薄交流。无论是居民还是游客，十一号开始要坐船前往小琉球，拢必须爱出示身份证件，互海巡人员查验。先出示一下身份证哦。实施第一天，民众坐船前才知影，爱对随身的行李并出证件，海巡人员阁透过警用的手机查验每一位民众的身份，过滤是毋是居家检疫者，民众拢愿意配合。较无问题啊，嘿啦，安尼对啊，本来就要检查证件啊。就搭飞机跟搭飞机怎么就是落实实名制这种的哈？对啊，才不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无扎身份证，麦当用驾照、健保卡代替；但是坐船无带证件，换岛期间暂时用报身份证号。只是买票时阵已经登记身份证，坐船口阁爱查一遍。最近离岛旅游的人变多，恐惊会造成延误。有民众质疑海巡署为虾米袂当做回查？售票口的部分呢，是针对登船的实名制跟旅客保险的部分去做身份证的登书。那我们海巡署这边使用警用手机，是针对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者的查验，所以两个系统是没有办法整合在一起的。海巡人员也解释，东流线有三间业者营运，而且卖票的所在分开。海巡人力有限，统一伫坐船口查验，请民众体谅。除了小琉球、澎湖和南苏，也开始实施离岛身份查验，防止疫情的扩散。记者李秀文交关屏东报道。来看到全世界即新冠病毒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9000万例，啊，美国状况也阁继续的恶化，啊，非洲来外地人嘛超过300万例，啊，伫英国已经有8万人因为疫情过身去，啊，希望即回注疫苗有效，啊，英国女王即伊丽莎白二世嘛已经有注啊，啊，个教宗方济各起码伊嘛已经先注文。也是重大疫区的纽约市开始大规模的注射，市长别墅后车站前往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两个大规模的注射中心视察。这两个所在会承担75岁以上的老大人，还有包括老师、警察等等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疫苗注射的部分，不但24小时开放，采用预约制度。We are well on pace to hit 100,000 vaccinations this week. Next week we're going to go a lot farther.We are definitely on pace to hit our million vaccinations for the month of January. 英国白金汉宫查考证实，94岁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99岁亲王菲利普拢已经注新冠病毒的疫苗。女王决定让公众知影这项消息，来防止各种猜忌。目前英国地被死亡是超过8.1万人，想要阻止疫情，把希望拢放伫咧加速疫苗注射的部分。We're running at over 200,000 people being vaccinated every day. We've now vaccinated around a third of the over 80s in this country. This week we're opening mass vaccination centres, and soon, in a matter of a few weeks, we'll be able to see the impact of vaccination on.How much that reduces cases amongst the over 80s? How much it reduces deaths? 高总方济各采集表示，梵蒂冈也开始注疫苗，伊嘛已经替家己预约。Non è una opzione, ma che mi sembra che non mi sembra, no, è una opzione etica, perché ti giochi tu la salute. 全球新冠病毒确诊超过9023万例，根据非洲疾管预防中心的统计，非洲确诊破300万人，超过72000人死亡。其中南非累计确诊超过120万例。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来看其他消息，即外国部长吴钊燮今日去看放大台湾利用的即新版晶片护照的新版，对着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取消台湾美国交往限制，吴钊燮是认为讲咱台湾其实嘛是采取正实际甲负责的对外政策。新版的晶片护照早已开始受理申办，一透早阁有袂少民众来排队，阁有人的护照也袂到期，也是要办，阁是因为台湾的机有变大。
我都还没有到，而且会比较容易辨识，省得麻烦、啊、而且这样对我们也比较好，通关也比较顺利。外交部长吴钊燮嘛，到林务局视察，伊指出，即届新版护照除了保留原来护照元素之外，嘛放大台湾，让台湾的辨识度更加高。已经甲世界各国讲，新版的护照伫世界行也未有问题。外交部要推动的，唔单是台湾伫国际能见度，佮有台美关系。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取消美台交往限制，吴钊燮表示，因为台湾对外务实而且负责。那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推动了一阵子了。那我们台湾能够跟美国之间互信不断的提升，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是采取了非常务实和负责的这个对外的政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要伫13访问台湾，这是政见蔡英文总统，而且甲吴钊燮会谈，阁有一场伫外交学院的公开演讲。吴钊燮嘛透露伊访问台湾的主题。那他来台湾的访问的主题，就是要跟我们台湾讨论如何来促进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这个参与。那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有现任的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来到台湾，这个是第一位。那我们也希望说台美关系从这个基础之上能够更加往前推进，那这个也是台美关系非常良好的一个象征。吴钊燮认为台美关系已经进展到一个全球伙伴关系，不过在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尽快交接进程，这个释出优待信号也让中国真注意，接下来拜登政府如何接招会牵动美中台三方的敏感神经。记者郭灿台北古台北报道。刘欢喜今天会使召开党委会，要来决定讲，到底开临时会啊，开临时会内底有啥物相关议程？啊，即民进党是变讲，即临时会中会当通过中央政府预算案在内的三大预算案。啊，即国民党这边是来呛声讲要台五 G 的预算，民进党是啊，主张讲爱摆入去变较援助香港人的机制。在一立法院答委会，民进党团要变开临时会，通过三大预算审查，包括中央政府总预算、基础预算甲精简基础建设3.0。按过精简计划当中出现真侪项以五 G 为名的建设甲补助，被怀疑忽然变劣。五 G 基础公共建设减少五 G 偏向社会落差，甲推广社会公共服务，总共242.9亿，其中155亿 NCC 补助五 G 电信业者预算，那会表示会全部删除。你只要建制的时间从4年变成2年或者更短，他就给你钱。他一定评估过了嘛，一定划算嘛，一定还有钱赚嘛。啊，为什么你还要退他155亿？这155亿是我们子孙的钱，我觉得应该全部把它删除。5G 是未来世界的趋势，这个全世界都在做的事，台湾当然不能不做。国民党团是提案，针对最近内地的标准天网计划台美关系政策议题，要求各部会首长在临时会开会期间交立院专案报告。按过侯立伟批评破坏技术运作，能够邀请外交部长前来针对现在的台美关系的一个变化，还有包含我们对于拜登政府上台的时候的就职，还有他之后的一些政策的延续性。那如果说还要再透过临时会把他们找来报告，那不等同于是之前我们在院会期间委员会当中各个部门的首长来报告，根本就是在开玩笑，是儿戏吗？希望在这一次临时会呢，还能够尽速的重审有关这个港澳条例的部分，能够完成实质的撑香港的部分。面对香港政策严重，民众党团主张应该摆入港澳条例修法，将台湾原港机制更加明确化，才有实际协助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政府要上换所谓身份证，按过这治安的问题，我那好话解，自己有两位是来举行记者会，女工政府要求这百姓换所谓身份证有危险的问题，我那好又讲是不是当比较就德国、日本先立专法了后，再来实施。
旅政部规划近年来全面活化所谓精品身份证 EID， 不过治安的问题一直受到各界的质疑。顶一搭新竹市市办的计划嘛暂时冻点，时代力量立委甲民间团体持续呼吁活化进程应该要定专法，也阁有成立专职的机构，才会当真正保护民众的个资。内政部一口咬定，户籍法是合乎 EID 的这个相关的法源，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个治安变成就是国安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怎么可以用多年前所定的法律就足以来认定 EID 是适用呢？在现行数位身份证的规划中，公开区具有人脸相片，并且没有法律规范谁能读谁不能读，内政部宣称的方便极有可能不是使用者的方便，而是各资收集者的方便。大家华指出，强势民众违法所谓身份证有危险的可能，相关配套的政策嘛还无调整。这个政府是安怎坚持要推行？也若行政院治安处甲内政部的官员，敢若以专案中心规划建议当中，咱治安的疑虑处理好才会施行来回应，并无派代表参加记者会。敢若有中央印制厂出席强调讲，精品治安绝对是高规格，不过也是被批评讲行政部门唔敢出来面对问题。都是在国际上都是很高规的安全规格，来之后会经过一个洗卡的过程，才会把个人资料写进去。好，所以说今天来之前请各位放心是没有问题的。内政部政务处长陈宗彦也表示，所谓身份证是行政院重大的政策，一定会照行政院的指示和规划来推动，也跟外界持续沟通得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舒缓的改革的国事会议，到今已经三年外的时间，民间的社会团体今日举行记者会，讲还阁有真侪代志也未落实。另外，即刑事诉讼鉴定修正草案到今无进度，有哪号政府爱重视，唔通阁拖落。落实司改决议，需要有效通管。亚刊办化考后，民间社改会就伫个司法界这一天开记者会，对刑事诉讼法鉴定修正草案卡伫行政院已经年半，却迟迟无进展，表达不满的诉求，强调错误鉴定报告有可能致使冤案的发生。这个冤案都是鉴定制度没有完善才造成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把这样子的制度去改革的话，未来啊，势必冤案的这个发生的几率啊，会降低极大。法务部拒绝司法改革，法务部拒绝人民的声音。我想在这件事情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我们希望法务部跟行政院赶快去通过这部法令，不要再挡这部法令了。民团表示，刑事鉴定法修法重点有自行选任鉴定人，甲鉴定人应该出庭结问，因为依照现行制度，被告提出鉴定人要求，往往予法院或者是检察机关拒绝，减弱因主张的空间。鉴定人也常常以书面代替出庭，不只违反直接甲言辞审理这原则，阁侵害对质诘问权。因为修正草案通过，才能减少甚至解决现行司法抵税冤案，让制度更加完善。法务部有委托研究，卫福部有进行相关的会议等等，但是从他的回应，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得出来，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落实的决议是可以被落实。另外，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结束到即马三年外，依然有真侪司改事项无落实。立信基金会讲，无论是梁小福采的去刑事处罚化，或是对无成年有新的第三方协助，拢也无落实规范，要求政府机关赶紧制定相关的修正草案，唔通阁以侵害的理由延后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国是台积电今天是回动修正，按古代股的这指数是一路来到这15,518点，阁创历史新高。按古这盘中被压又阁出来了。台积电这盘中上价是来落到这574块，属于这合理的回动。如果这分析师是认为，若有继续轮动，大盘会当收掉五日线，就代表着这多头的格局也阁会当继续落去。
来看到这娃娃文创公司进前别出讲这翠安的消费争议，不过现在民进党立委是怀疑讲这不那是消费纠纷，更加牵涉到不法，因为有离职的员工来指控这间公司是派员工将一挂较歹的翠安放入这合格这医疗级别这翠安盒内底，不过这间公司是否认这指控，讲这拢不是事实。甲规身躯包条条，无愿意放看出身份特征。娃娃文创前员工伫咧立委议员的陪伴之下，召开记者会，指控公司除了无出货，发生消费者的争议以外，甚至搁伫咧新店设嘴暗的生产线。去年七八月份开始买机器来制作别一个亲肤嘴暗，而且搁入去合格医疗级嘴暗的特威科技的抓口啊，甲外箱当中出货给消费者，就连员工嘛做伙欺骗。在还没有这些证号时，娃娃自己工厂做出来的非法口罩就越来越多。口罩制造日期是张老板请印刷厂印制贴纸，叫我们贴在特威的盒子上，我们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台北市议员陈怡君提出表消息的人数所提供的小报指出，娃娃文创现在一本订金的金额拢正亿，初步估计全台湾的订单金额超3-4亿，甲消费者所做的退钱协议嘛已经延续改，指控这是一场无本生利的骗钱诈骗案。啊，不过娃娃文创公司副总刘宏杰回应讲，虽然的品质是个案，认为讲对相关不实的指控绝对会提高。当然是不实的，我们总共也没有收到这么是这个3-4亿元啊，是不是他要补给我们？我们没有收到他要补给我们啊。他举出证据来啊，这个其实因为这个很严重嘞，这个是欺骗消费者的行为，是诈欺的行为啊。无合格催安可能会正做行业空棒，是由数买开始调查，要查清楚双方的讲法。如果他又涉嫌又冒用其他厂商的那个许可证字号的话，那可能又牵涉到那个药师法第86条的一个相关规定。小苏表示，娃娃文创查验登记申请总共有4案，3案是委托其他厂来制作，1案是家己的新德工厂，目前已经安排查验工厂的作业。啊，不过娃娃文创嘛表示，最近几个月有出一批16,000+箱的医疗级嘴炎由乌鸟来送货，啊，不过有部分无改掉品项的名，实际上出的是亲肤的嘴炎。记者综合报道。消委会今天公布这去年十大消费新闻啊，包括着这新冠肺炎的疫情加相关的消息，加内地开放进口加钱柜大火烧加远东航空公司熊熊停飞，这些重大新闻拢再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观光业者叫苦连天，有名餐厅倒闭，相关生意受冲击，也影响民众生活。正做消基会选出了2020年十大消费新闻第一名。除了口罩之外啊，甚至在去年大概2-3月的时候啊，也发生了卫生纸之乱、酒精之乱。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产生出来的消费问题，第二名是政府开放内地进口，同款引起国内关心。另外，影响力米饼含蛋金属、加起健保费、医疗材料消费限制，拢伫前五名。去年只是政策性开放进口，那就像刚刚我们检验长报告了，接下来我们还会进行来猪这些相关的市面上商品的这个检验。部分业者，他所用的这个原料是符合我们大人的食品，但是制成婴儿的食品那就不合格，这是在格的。另外，中药含注射、珍贵大会、远航无预警停飞废照、加网络无实在广告增加，还有维权大楼倒起的求偿案拢在内。消委会强调，亲像新冠疫情影响，加内地进口的冲击是去年焦点消费新闻。按过一度维持到今年，假使疫情甲内地经济继续烧，拢可能会伫个2021年十大新闻之内。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有几内个环保团体讲，针对着能源转型、甲气候变迁、国土规划者以及即生态保育者的评比啊，来公布各管区的分数，讲上尾啊，从即台北、台中、屏东总共有6个管区列出优点，啊，台东县是分数较低，也够改善的空间。高高高一台的文件掀开，这拢是环保团体甲各管区往会的文书资讯。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举办永续环境市政的表现评量，对能源转型甲气候变迁、公害防治甲公共设施、国土规划甲生态保育，啊，够环境管理等等的4大面向，来对各管区进行评比。
永续会有一套评量指标，那另外还有联合国的永续发展指标资料的收集，还有各地方呈现提出自己填写的报告。在咧评比当中，台北、台中、屏东、新北、高雄、甲桃园是第一级优等级，六都内底敢若台南伫咧两个等级，啊，若是无理想的等级是台东县。配偶是无参加，新竹市是资料无照时间摕到。台东县看起来现在比较成绩比较差哈、哦，那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对能源政策的看法，焚化炉。最近要重启，很多的机会可以在减量分类做得很好，它就也没有积极的发展。首都的优势，它资源多，然后在废弃物的方面的话，可能也要归功于2000年左右他们实施的水害征收。离岛县市他们要把垃圾运回本岛，所以他们就很有压力去推动厨余回收，所以在厨余回收做得最好的。环保团体指出，废弃家园的议题，台东县正先协定针对这件代志，因表示尊重。空气品质的方面，各管区的粒子物较多拢有改善，啊，不过草用也是真严重，而且有部分管区伫咧都市扩张率、耕地、农地变更等等的状况，农业阁需要加强。啊，若是废弃物的处理顶管、农地淘汰、土壤污染、喷的回收甲焚化炉的使用，农业阁有检讨改善的空间。希望这份报告会当予地方甲中央伫咧相关施政的层面有搁较侪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在这方面消息来看，是台北市政府针对着双连在文山也在进行这绿地的工程，有闹一段时间，啊有闹做这围篱啊。啊，不过即卖因的主题会发现讲围篱啊要拆除，啊不过说来因个讲要来砍这水沟啊管的工程。我那即期台北市政府有骗这主题会，故意无户外吼，因才会大伤倒等于做生意，今仔去市政府抗议。我趁钱人抓伊，搁较住紧的。伫台北市政府的大门口严刑动局，无疑去予警察处置。双连市一组地会，爱讲去予市府骗。台北市政府因为要做双连捷运的绿地工程，伫摕到组地会同意暂停营业了后，伫街仔路围围篱啊。啊，毋过伫伫工程完工要甲围篱啊拆掉的时阵，组地会却发现讲，向向加出最高怪工程。原本定情市府感谢当延到年后来施工，和平常会当办大做生意，煞去予拒绝。安排时间面见珊珊，但是呢，就在1月6号要见面的时候，我们发觉他放我们鸽子了。朱迪辉批评讲，副市长黄珊珊捌亲身来辞职，保证讲会予大家赶紧回归营业。啊，不过7个月过呀，也是无结果。过年的特别高啊，欢乐宫生活有困难，所以要求暂缓水沟管工程。市长出席出面解说，强调讲工程一概完成是里面的五万，而且搁这个朱迪辉打名单有错误，双方是你一句我一句。自治会也好，市长处说什么也好，我想大概都会去做一个由于言语上面的一些交锋。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确确实实的在执行市场处要求我们的，就是实名制。如果是做前面那一段，然后再开放后面那一段，我们是觉得是绝对是 OK 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它工程是。慢慢来。朱迪辉环保市场处的职员提出实名制的名单，强调讲所谓单拢有立管。针对这个代志，市场处是无加讲啥，表示讲会查清楚了后来向外界解释。朱迪辉嘛交定情书，呼吁市场挂问题，唔通超过变抢单，和单无法度转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咧，这花莲水水埔河台地是全国有名这蜜蜂红地产区。啊，不过因为这久长以来拢欠水，啊，去年收成阁歹，啊，农地水利会有呾特别去啊实施这水源引供工程，啊嘛正成功引水2000度，暂时解决问题。为解决河埔台地欠水灌溉问题，农田水利署水水工作站的人员派沉重的管线加控水开关，去1.5公里远海拔325公尺的山区野溪做引供工程。不过山区救管线无简单，爱水安全以外，还要注意管线关节才能有效引水。施工上面是非常困难，因为这边走的那个山径都大概一个人宽了，所以说我们这个管子哦，那个衔接上面都是用人工。下去抬，然后再做衔接。
瑞穗武侯台地是全国面向红地甲嘉陂有名的山区，不过受到地形甲气候影响，这几年欠水严重。早期省政府时代的井拢已经打起，去年面向红地开始有打石现象，都要赶紧开发水源。在跨越台九线一直到大坪岭地区，未来我们也都会有一个严管以及做蓄水池的一个工程计划。能够改善当地长期缺水的一个状况。水利署强调，第一期淹灌工程开500万，已经成功将水引进2000栋抽水池。未来第二期工程会编列900万，甲农友合作设12个100栋抽水池，希望能有效解决灌溉用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泰国曼谷中国城有一座庙啊嘛，因为因的地主，这主啦龙宫大厦，因拍算要甲迄个所在起宿舍，准啊爱拆，啊唔过有那引起这庙啊甲附近民众甲学生囡仔反弹。这是曼谷唐人街外围的黄桥天后圣庙宫，附近有真侪来自潮州、汕头的华侨住伫遮。传承百年香火振兴，也是社会精神寄托。有泰国六世红有数的香炉，信徒也真相信妈祖的慈悲灵感，每年也过搬戏来搭车。不过天后宫这块地是属于泰国第一学府朱拉隆功大学的，校方早就已经决定伫遮起两栋，营用了将近2000人的学生宿舍。讲过去年六月就要拆，不过庙方无同意。目前天后宫被铁片包围，四边拢是怪兽的作业，亲像困在牢内。เสียใจมากเราได้ผลกระทบนะกำแพงล้อมรอบอย่างเงี้ยคนที่เขาเดินเข้ามาคนที่จะกราบไหว้ซึ่งรถผ่านอ่ะยังไงเขาก็มองไม่เห็นนอกจากว่าเขาต้องสังเกตดีๆสังเกตดีๆก็ถึงจะเห็นแล้วเนี่ยไม่ช้าอย่างล้อมรั้วอย่างเงี้ยอีกไม่ช้าเขาก็จะตัดน้ำตัดไฟเรา恩桥是一个古城区，夜市有真侪好食物件，真闹热。不过最近这几年，因为市区重建发展，附近有历史的二手汽车零件市场，那嘛稀稀餐饮街拢搬走。恩桥天后宫虽然历史比朱拉隆功大厦佫较久，1960年大火了后搬到现址，人气有将近一甲子。不过最后看起来还是难逃搬走的命运。附近的居民甲朱拉隆功大厦学生，拢把连锁签名，要求保住这座传统潮汕风情，并甲厝顶拢民间故事浮雕甲红啊，亲像出个头唱大戏的古迹，设法新旧共存，或者是至少伫搬走的计划当中加入历史建筑甲文化。ถามว่าถ้าอยู่รวมกันอ่ะมันอยู่รวมกันได้แต่เขาเลือกที่ไม่ให้เราอยู่รวมกันค่ะคือถามว่าตรงเนี้ยมันเป็นคอนโดก็จริงแต่ตรงเนี้ยข้างหลังอาม่าเนี่ยก็จะ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ว่าเป็นตึกที่ทำการและด้านหน้าจะเป็นสวนหย่อม工程已经影响地下工线，天后宫拄着大雨就淹水。朱拉隆功大厦表示，已经准备好将天后宫刷到附近的大厦百年纪念公园内底。啊，不过公园内底禁止用火，点香点蜡烛，传统拢爱改变，可能也无充足空间，大戏变唱大戏。真侪可惜反对的声音依然真侪，这也是曼谷发展前进的过程当中各种新旧冲突的一部分。How Bangkok is managed these changes, I guess we manage nothing. The speed that nobody can control is really an unstoppable speed. More important is that how can we negotiate to have the change that can benefit more to the neighborhood and put negative impact less to them.好的对话早就出现，途经了后，富丽豪华大型百货商场，甲四边旧旧的老社区，正做强烈对比。居民虽然期待开发带来的商机，也烦恼快速上流化之下，家己最后是不是失去立足之地？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来看到西班牙讲，拄到这50年来上大的堵塞啊，超过1500人掉伫个车内，好加在小煞有人互人救出来，啊，不过嘛造成上无有死的人归亡。杜马德里来紧急医疗服务团队是这个大塞当中头一个以直升机加空中的路线去执勤的队伍。西班牙目前受风暴菲洛海纳侵袭，杜空中来看马德里甲西科维亚地区，顶礼拜五、拜六两天的积雪是超过50公分，创历史新纪录。
礼拜车路、铁路甲空中运输拢受到阻碍，因为在伊会有疫苗到货，为着保持配送顺利，官员是提早部署，军方出动人员一直甲停机坪顶管的角色变调。Ambos ministerios mantenemos un contacto permanente, dinámico, con el que ajustamos y ajustaremos el dispositivo previsto a la operatividad del aeropuerto de Madrid-Barajas, así como a la situación de las carreteras en la comunidad de Madrid y provincias limítrofes.在马德里西北方20公里的一间超市，火鸡店员已经无物件。气象局警员嘛警告，后礼拜气温可能降到摄氏-10度，因为路线有人被吊车，超过1500人被救出来，不过也是有食饱的车主，干来等个车放伫路边，性命较要紧。官员表示，按算要出国的车应该延后计划，若是一定要出门的，车辆呐一定要当锁链。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去年有真侪国家的太空任务，因为受到这疫情的关系，就那有停掉。啊，不过这美国、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中国，因在去年升空的太空船，今年讲拢会小刷到火星。这几年来，伫太空事业进步前进的私人企业，美国的星际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在国际太空站运报方面，已经严格波音这老牌航太大厂来比拼。2011年特别有第一位在天龙号太空舱的澳洲太空人，伊是来自法国的托马佩斯凯。It's great to be the first European to fly on the Crew Dragon. I flew on the Soyuz before, very reliable. But now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new vehicle, completely modern, and I'm very excited about it because it'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flying in space.比超前的波音当前未认输，首先是研发计划真侪困难的载运火箭 SLS， 要伫个2011年11月升空。在太空船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负责，然后星座号 SLS 未来也要伫个登陆火车任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然后星座号算是美国中反月球的开路先锋，首先当然是无人坐试飞。太空人若是要坐南号星座号，都要等个2023年。讲到火车，为2020年到2021年，地球甲火车之间会真闹热。除了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火车2020，也过中国的天文一号，也过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日本合作的希望号，拢趁2020年发射探口顺利成功。按算伫2021年10月左右，分别登陆叫做红色星球的火车。当前太空企图心真强的马斯克，甲伊一起有所创立的 SpaceX， 未来一定也会加入。Do you want the future where we become a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and are in many worlds and out there among the stars, or one where we are forever confined to Earth？除了各国各种的太空船甲探测器陆续飞向太空，大家为地球上透过太空吊镜观测宇宙的任务也未停止。哈勃太空吊镜为各国太空观测做出真多贡献。按算在2030年到2040年退休，准备接手的韦伯太空吊镜，目前暂定2021年3月出发，也透过高精密度的零件反射天线，侦测所谓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也就是宇宙形成初期大爆炸了后残留的红外线证据，借此了解宇宙形成的奥秘。公司新闻，戚家晴编译。有真侪人真够蹲鼻呀，因为感觉讲这物件拢有一挂这啊回忆，全部拢无爱想过是啊，可惜去拍算。啊，不过有诶，你啊，全部拢要谈嘛，真无环保。即马电工老师有一间这清理业者，有哪替人去处理这已经放真久诶物件，有哪替一挂这二手衫、二手脚裤找到新诶所在。圣彼得堡这间公寓，充满整齐的处处伫只生活的痕迹。食饭桌顶规个拢是罐仔，还有碗盘，窗仔门边还有白酒干仔，规涂骹的册甲旧皮鞋，常常看袂输是粪扫场共款。这间环保清洁公司来处理，规个看看咧，感觉厝内底差不多所有的物件拢会当阁利用。伫整理甲分类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袂少奇奇怪怪的物件。这种苏联时期的旧厝，大部分因为个性的原因转手。一般来讲，亲人对这物件因为有感情的原因，所以无一定会当真阿萨利就甲处理就好。或者是物件坐到唔知影要安怎整理的情形，就会请专业人士来斗三工。
所有的物件拢以100%回收为目标，会当转卖，或者是捐予慈善单位，买当摕去二手市场卖。也若业者玛雅洛瓦的专长是废玻璃、甲塑胶料等等工业材料的回收，伊会当替家用的这些物件来找到更加优先的环境，会当搁一再做利用。也若伊的助手奥马科夫有摄影甲相关的专长，将你纺织品也够啥，是伊上介熟手的。Это интересно, это культур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такого рода. Проникаешь в жизнь других людей, смотришь, что они оставили после себя, находишь кучу всего этих сокровищ просто. 整理几天，清出来几啊摞的旧衫，这是二手衫店真爱的物件。伫市面上真好找到的材质，甲幼路的手工，设计师搁改造过，配出有古早味，搁真歹的流行感。Пиджак с обтянутыми шелком пуговками и лацканами. Вот. Он, навер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ценность как есть, но он по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будет еще интереснее и смешнее, если у него на спинке появится вот эта вот аппликация. Кукаку ма си чин у чам лега мигя. Чича и гэн чин ку ква ло а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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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я, та ки ли ся гун бан ло. Суй хон тэ ки шу ли ляо ау, пэ у ча кон чо то ин вэ бо ляо, хо кэ тя ква ки лай, си бэн ка чан у пай тао. Вероника дает толчок людям, да, вот увидел кто-то, что 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что из этого бывает, может быть, людям даже в голову не приходило, что можно как-то по-другому сделать, можно дать новую жизнь. 玛雅洛瓦的环保清洁公司，才营运半年时间，已经清出十几间的旧厝。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找到更加多收二手商品的同伴，除了改造生活空间，也更加环保，更加爱地球。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到 Apple 天气了。在北部地区，拢是落雨天气，温度是10度到13度。在中部地区，同款拢落雨，温度是12度到16度。南部个地区，甚至是雨天，温度是14度到21度。在东部地区，宜兰花莲拢落雨机会，温度是12度到19度。花岛偏有金门马厝，温度是5度到15度。以上是今日中岛新闻，感谢乡亲收看新闻，来看冰雕比赛，安再会。